好，我是子婷，我们今天要来开吃啦，吃吃吃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生精灵邱子婷。那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先去追踪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首先要来问一下子婷，你有吃洋芋片吗？有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也超喜欢。我是吃货，应该没什么不吃的。我也是。那你有没有吃过什么你觉得口味最喜欢或最特别的？我没有吃过什么特别的口味，因为我很怕踩地雷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踩地雷咯。所以你是准备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口味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爱吃洋芋片，然后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比较特别口味的，但是我那个一时脑波弱，我就全部都买了。来上洋芋片，哇，全部都来哦，好多奇奇怪怪的口味哦，卤肉饭啊，热海跟炒蟹，还有这个什么珍珠奶茶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特地挑了十款比较特别的，我们要来开箱试吃一下。我超喜欢尝试新东西。好了，今天就让你带着我吃一些奇怪的东西喽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第一包咸酥鸡，哎，很酷哎，鸡的味道有九层塔的香味，闻起来是有九层塔香气，可是吃起来的话。你有没有吃过有一个零食，也是蔬菜饼干之类的？它有点像那个那个味道。哎，你这样子有哎，就是那种油炸的香味，然后再加那一点九层塔的香气。嗯，还原度，如果五颗星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给到，我可能会给3.5。还原度三颗星，然后自己喜好度也是三颗星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就觉得它没有到特别惊讶，但是它的味道是好吃的。珍珠奶茶，哎。怎么样？好香哦！好香！等一下，你为什么很香？这样子很烫吗？你们烫到？好酷哦！甜的可乐果哎，但它完全没有什么咸味。你刚入口的时候碰触到舌头会有一点点甜味，再来就没有了。其实我有点失望哎，两颗星。啊，你失望哦？对啊，我是觉得还蛮惊奇的哎。可能我比较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够甜。哦，你是蚂蚁人，你要甜就是给它甜到最甜的對了。那你给几颗星？我给它3.5颗星。那我自己的喜好度的话是3颗星。嗯，我也是2颗。避风塘熟香，这个呢也不是洋芋片，它是那个 Doritos， 它算是玉米片。哦，玉米片啊，三角形的这种玉米片。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真的很虾味，有虾味，真的很重。虾，哎、欸，这口味是蛮重的，这个很咸，很香，就是玉米片本来就香了，然后它再多一个虾的味道，对，虾炒虾干的那种味道，对，我们常常会有那种虾的零食，它就是把它融合在这里面，还原度啊，应该有4颗吧，但是我个人喜好是3颗，我是觉得还原度有4颗，我个人喜好也是4颗，蒜头加点香，咬我就顺了。怎么了？吸大一大口，需要氧气筒吗？这虾味没有刚刚那么重啊，它的虾味很像那种去热炒店吃的那种虾味，真的有海里的味道。然后这个是那种炒虾的味道搬进来，大家很喜欢吃那种海鲜，都会觉得那种是鲜味哦。对，它是比较有那种鲜味，但是又比较辣一点，所以我个人就还好。你个人还好？对，可能三颗星。还原度的话，我也是给3颗星。我其实很喜欢吃椒盐诶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么辣。所以你这个吃起来不吃辣的人吃起来是蛮辣的，胡椒的那种辣。哦，胡椒的辣，不是那种辣椒那种辣。对对对，还原度大概是3颗星，我自己喜好度是4颗星，因为我自己个人偏好爱吃虾，那我觉得它的虾味是很够的啊。宫崎香煎嫩鸡，噔噔噔，好香哦。就是那个鸡的味道，鸡汁，它的颜色有比较重一点哎，比较深色的，哎，有点酸甜，有番茄的味道吗？哎呀，有哎，有番茄粉，对，有真的有番茄，所以它吃起来比较不会很腻哎，因为它那个番茄可以中和解腻，对对，就像那种咸酥鸡还是什么啊，有些人会撒梅粉的概念是一样的，会解腻。好，那不然还
还原度半，我就给4颗好了。我个人喜好呢，也是4颗星，但其实它吃一吃也是会有点辣辣的味道哦，所以它有辣。一点点。我自己个人就是还原度是4颗星，然后但是我个人喜好会是3，对，因为我喜欢比较重口味一点点，就是麻鸡口味。嗯，它是不是卡拉姆酒？哦，是卡拉姆酒的。对啊，卡拉姆酒的辣是真的会辣哦。姆酒，哎，今天我天哪，那个椒麻的味道好重哦。哦，那个花椒香气好重哦，超重的。是不是有柠檬？嗯，酸酸的，哦，这很泰式哎。它吃到后面有一种尾韵，是有一种高丽菜在下面的味道。哎，它真的有高丽菜萃取物哎，你好厉害！它真的有高丽菜萃取物，我没骗你，神之舌。哦，我是不是可以去当那个？你好厉害！所以这个还原度，我觉得应该有5颗星吧。嗯，还原度5颗星，但我个人我真的蛮怕辣，我2颗星。2颗星哦。每次我不会吃，我个人喜好度是4颗星，因为我觉得他做的真的蛮好吃的。还原度我跟你一样，我觉得他做的真的还蛮厉害的，连香气啊吃起来都 OK， 我觉得是5颗星。哇，你是洋芋片美食家，哇，太妃糖奶茶，苏格兰的太妃糖奶茶，这个比较好闻香。如何？你们坐起来，表情奶茶，你闻，很甜。嗯嗯，但是你咬第一口，它的太妃糖的那个甜味跟香气冲出来，它是认真甜哎。蚂蚁人可以吗？可以。闻起来也还有一点点像牛奶糖的香味。嗯，对，还原度我给5颗星，个人喜好4.5颗星。哦，你很喜欢哦。我觉得它还原度有4.5颗星，我个人喜好也放蛮前面，也是4颗星，因为我本身没有到那么爱吃这种洋芋片是甜的，但是它竟然出乎意料的好吃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梅子果茶口味，耶，这种感觉很像是那种女生会喝的那种梅子酒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是叶子的味道，我也是，什么味道？酸，梅子的那种酸欸。对，梅子酸味结束之后有一点点番茄酱的味道。是不是好像有欸，真的有番茄酱欸。闻起来真的就是一片叶子。有叶子的味道，喜欢吃草的朋友呢可以尝试看看。你会烤泥马吗？会。我给它还原度1颗星，个人喜好2，这个还原度应该然后勉强给他2颗好了。你对他真好，对，你好人喜，但是个人喜好，我给1颗。香辣烤海苔味，香辣烤海苔，先闻，就是海苔味，其实没有什么，是海苔味，没有什么辣的味道，就是闻起来啦。哦，我知道有一口有点辣，有点烧烤的味道，但是它的那个海苔香是很香的，很香的。因为打开是满满海苔味，所以还原度我应该给5颗星，自己喜好度哦3颗星。这个还原度我也是给到5颗星，因为它真的有辣，然后有那个烤的那种烧烤的味道，它比原本的海苔更有那种烤过的感觉。个人喜好的话就2颗。胡须章卤肉饭，先闻一下，嗯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满头问号？有点复杂的味道。就是肉燥味道，对，螺肉饭也是肉燥，就是肉燥的香气。嗯，我真的没有很卤肉的味道哎，但是有那个油葱酥的香味啊，我觉得它应该叫油葱酥口味。我觉得还原度，我觉得应该只有3颗哎，嗯，就是以卤肉饭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很不卤。还原度有3.5颗星，也没多哪去。好，那个人喜好呢？我应该也是3颗吧，就有点普通。我也是给3颗星。哎，那如果把它弄碎，然后撒在饭上面，我觉得你这个吃法可以，特别厉害，卤肉饭，再自己淋一点卤汁上去，再加一颗卤蛋上去，好棒哦，看起来也还蛮好吃的。嗯，好的，我们吃完所有的稀奇古怪口味的洋芋片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我们要选出我们刚刚吃到的觉得最喜欢的。我最喜欢这个，就是宫崎香见证机。哎，我刚刚以为你会选太妃糖哎。我觉得那个也蛮不错的。啊，我是这个，
因为我很爱吃虾、哦，我觉得它是两个虾里面的口味。我因为我宝椒盐虾，对我又更爱洋芋片的口感。哦，对，因为它又是厚切的大波浪。嗯，好。那这是我们两个最喜欢的那样的口味。对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推荐我们吃的东西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对，那记得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亮亮亮，开启小铃铛哦，记得要按哦。对，然后可以去追踪一下子婷的 IG， 还有记得帮我 P 一下，对 ，P 一下 ，CHLOE_320， 子婷 ，Chloe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